嗨，晚上好。哎呦，其实我已经洗完澡了，洗完澡了，因为太累了，然后全身都很臭，臭烘烘的，然后我就赶紧洗了个澡。洗了个澡，然后就舒服一些了。啊，哇哈，晚上好。其实我穿的睡衣，我现在其实是。头上都是汗。晚上好，穿着睡裤呢，衣服穿在睡衣穿那里，还是套了个卫衣才来直播。其实我特别困。今天跳了10个小时的舞。我从12点跳到了10点半，心梗远强度是真的很大，非常大。早点睡，不行，我在临时抱佛脚，因为现在月底了，月底了，兄弟们，我还差5万5鸡腿，咱们今天晚上那个。来点歌吧，夜蝶点歌，卖唱。小猫咪出去要饭，小猫咪卖萌。看看有没有，看看有没有小姐姐。好，晚上好。打扮了一，稍微还是整理了一下。谢谢海神的夜蝶，海神想听什么样子的歌呢？晚上好，大家。哼哼，什么？想听夜蝶？真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谢谢400的玫瑰。对，今天是点歌环节。哇，谢谢01234的夜蝶，你们要听什么歌呀呀呀？今天是点歌的晚上，一个晚上，哼哼。谢400的玫瑰花。不是我要卖萌，怎么可能我卖萌？你想得美嘞！嘟嘟嘟，好，让你去看看。你们先看看想听什么歌。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。哈，我今天不是很可爱吗？老小爱好帅。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礼物。我今天不是很可爱吗？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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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。您一二三想听谁？一二三四想听什么呀？我感觉我的头发跟我的衣服融为了一体。谢谢陈的巧克力，看我的头发跟我的衣服融为了一体。褐色的卫衣，金色的头发。好的，你们都想想。光年之外，好难呀，我可能唱不好。我可能唱不好。蓝牙模式，蓝牙已连接。等会儿，我去拿个水。你又不送夜蝶，你有什么资格让人家点什么歌呀？就你话多。老子爱唱啥唱啥，屁话那么多。那我认识一首简单一点的。
一千年以后可以啊。来来来，好，那就一千年以后。好，你去加班去吧。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真的一千年以后，凡人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已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哦哦哦，凡人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数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已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嗨，谢谢新人的二十个巧克力。小学的歌曲，这首歌吗？好像也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歌曲，你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大？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已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礼物，哈哈，谢谢海神点歌。 OK， 唱完了，喝咖啡。欢迎各位新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不会睡不着，我困死了，现在我困的就是已经快要晕了嘞。你想点晨光，真假的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非常爱河了哈，这个小朋友说，我这个点，我是12点就，我11点多就醒了，跳了10个小时的舞，真的很困很困。我不知道高不高哈，我听听。耀眼的破晓晨光啊，请赐予我再勇敢的力量。找了个调，找了我
找不到那个调，那句毕竟它不是我唱的，对吧？这句它毕竟它不是我唱的。让全世界走向黑暗和湮灭，我一样固执坚决，将希望握在全心里面。不管前方是无尽的失恋，或是绝望的深渊，就算亮光都不起眼，再微弱的火光也将燎原，照亮这世界。或许现在只是日出之前，只爱只是的黑夜，可我相信只要坚信，就能更靠近明天，歌谣里面美好的明天。耀眼的破晓晨光啊，请赐予我再勇敢的力量。哎呀，太累了。风残就算白背，也要以过去的模样。这歌毕竟很高，而且这个选原曲他一个人唱真的很累。就算面前只是未知和无解，信念也不会熄灭，那是我守护的一切。不管未来是光荣的负面，亦或无名的终点，我也不会选择苟且。再微弱的火光也将遥远，照亮这世界。或许现在只是日出之前，只爱只是的黑夜，可我相信只要坚信，就能更靠近明天，歌谣里面美好的明天。眼的破晓晨光啊，请给我再勇敢的力量，击碎绝望，将懦弱封藏。就算白背，也要以过去的模样。最是黑暗的地方，才看得到最亮的光芒。我愿用尽全身的力量，化作撕开这永夜的破晓晨光。好吃力啊，因为他整首唱下来他还很累的。没唱好。 OK， 听到这首歌就想打扣。 Hello， 我刚刚接了个外卖的电话，买了一个洗脸巾，没有洗脸的，买了个洗脸巾。我喜欢什么颜色？黑白灰红，还有黄。对，黑白灰还有红，黄色和红色。脖子痛痛。你们一般都喜欢什么颜色？小时候喜欢彩色，长大之后喜欢黑白灰，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？对对对，晚上好大家。所以是黑，小时候喜欢深蓝和金色，金色挺好看的。对，其实我以前对蓝色没有特别感觉，现在觉得蓝色也超好看。哎，怎么开了？光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对，年纪到差不多的又开始喜欢那个抖音，好看吗？你们喜欢我的抖音吗？
对，小时候不喜欢粉丝，现在还挺喜欢的。辣妹比较好看，你们到底喜欢哪个？昨天小鹿在我房间嘛，然后我就在拍抖音。对，其实你们仔细看我那个光剑的那个左下角也有小鹿的白袜子，他就坐在我后面玩手机。然后我后面我拍完了那个光剑之后，我就心想要不给他再来拍一个，反正大家都化妆了嘛，就拍了一个。小卢被要挟就眨眨眼。谢谢干饭的玫瑰花。小卢是不是很可爱？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可爱，但我觉得他比我可爱一点。勉强承认。小猫咪要饭回来了，哼。喵哦，浮屠点给我一个夜蝶，请问屠兄你要什么歌？光剑，我在想我要不要接我要不要接单接那种接，我想想歌行。我在想我要不要接单接那种你们想要拍的什么抖音的那种单，就是月底做任务，有没有人想要想要那种定制的抖音，就是送个礼物，然后让我去拍个单拍个抖音啥的那种单子，不知道有没有。谢谢小圣圣的夜蝶，小圣圣喜欢听什么歌啊？还有浮屠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们指定，不是，就是你们指定那种，就是比如说，就是最近流行光剑啊，然后就指定我去拍光剑啊，或者指定我去拍那种什么的那种业务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。我没有什么菜单，就是只要能够拍出来就行。关山酒，可是我没有听过这首歌耶，我唱不了，不就浪费了吗？就是比着。你确定拍得过来吗？你确定我一个抖音一个皇冠怎么样，贵不贵？应该拍得过来吧，只要化了妆就可以。点不起了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就是那个调动一下大家的积极性，毕竟月底了，我为了凑任务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。月头我才不干呢。关机。对 KPI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，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，每次差那么一点点就很不舒服。好，你思考看看你想听什么歌，差很多吗？差五，现在应该差五万，对，差不多有十个抖音。哎，你再叫你朋友说宝贝回我微信，然后特别像你在跟我直播的说谁下来回微信一样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叫我呢。吐个口，笑死我了，是不是有那种那种感觉？好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先说哈。晚上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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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点但是不知道点啥，你喜欢古风的歌吗？哇，小圣圣，谢谢小圣圣的皇冠。那你想点什么抖音？
你要我给你拍个什么抖音呢？对，一条抖音了。哇，我居然攒到一条抖音了，我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个业务，我第一次这种业务，我要记下来。在哪里可以记？你记下来，一个抖音。我的 iPad 居然没有那种，哦，有备忘录。备忘录，哈哈，我喜欢就好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记一个抖音，你拍啥都可以，可以定制抖音小圣神一个，定制都。你向他安利我的，谢谢谢谢，你真棒，你安利成功了，说明我也没丢你脸，哼，是不是？哦哟哦哟 ，Hello， 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啊，我的右手。我们星宫已经排了，现在去了，已经很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就是我们星宫已经排了三首歌了，想不到吧？一般大歌是几首？四首加上两首，哦，九首是吧？那我们已经学了三首了，一二三，那还有六首，好烦，还有六首。今天民宿歇业了，大家都累得半死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前两首已经很难了，前两首。就是我今天学的这首歌，一个副歌，比我前天不是刚说了吗？我学的第一首歌《晃镜》，那个副歌很难，结果今天没有更难，没有很难，只有更难。今天学的这首歌比《晃镜》的副歌还要再难，我当时眼睛就翻了个白眼了，哭了。嗯，都是那种，但是，我虽然不能透露，但是只能说一首更比一首难。对，第一首歌是明日来临之前嘛，我是六号位，明日来临之前嘛，就觉得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了每首歌的名字，我应该说了没事吧。明日来临之前是倒数第二首歌，然后我们第一首学的是那首歌，然后听完就是跳完之后觉得啊好累啊，这首歌好累啊，然后隔天学了幻境呢，幻境觉得也不算太难吧，就是刚开始前面都是我们几个人在跳，然后动作也不算太难，然后等到第一段副歌结束之后，第二段主歌开始就非常复杂的队形，非常复杂的动作，然后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，每个人卡的拍子都不一样， OK，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间奏，然后就是整个就是那种就是乱到就是很难，难到就是我整个人就这样，刚开始半首歌觉得好简单啊，后面那半首歌我都是这样的。然后这首歌排完了之后呢，老师说明天更难哦，加油。今天排了谜，然后这首谜的这个副歌呢就是哐哐哐哐哐哐，然后那个动作哦，我晕了，就一首更比一首难，就是你对，如果重生计划难度是十分，幻境的难度大概是18分还是15分啊，现在我觉得跳重生计划就是在休息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觉得重生计划，我觉得在休息。你们不知道我们新人来了，就是我从北京过来重生计划，我都没学几天就整套公演学下来了，而且记得很清楚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学重生计划没有一首歌觉得很难的。我从北京过来之后，我开始在这边开始进入 S 队的时候，我学重生计划我就没有觉得难过，我从来就没有觉得难过，每一首我都觉得 OK 没有问题。 Beer Fighter 其实比重生计划难，不知道
Beer Fighter 其实比重生计划难，因为 Beer Fighter 我学的比重生计划要难的，就是有久的多，就是有久的多。嗯，重生计划其实不难。嗯，你想点 Beer Fighter 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我这个不知道有没有，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全民 K 歌里面。哇，谢鸽子王的夜蝶，谢谢。其实我现在还会跳舞 Beer Fighter 的那个，我给你们跳个副歌。待定待定，此时此刻无限放大可能，不可不可不退后的不分秒，闭上手臂手臂，一个一个，真的我，你看我都还会跳那个，虽然我是小动作跳的，虽然我是小动作跳的，但是我还记得，对，这首歌叫，这首歌叫，叫身后号角吧，应该是。麦当劳啊，这是我的睡衣，气死我了！睡衣 ，fighting fighting， 我应该跟丹妮是老乡吧？啊，好像麦当劳，我要重新再买一套了。这套很贵，你知道吗？这套衣服很贵，是我朋友那个给我那个啥的，维多利亚的。我穿了两年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有个野兽派太贵了，我才不会买。野兽派的睡衣要三位数吧，啊，三位数快四位数，我记得没有必要。维多利亚的秘密。因为可麦当劳的版权所以贵是吗？麦当劳叔叔的版权所以贵。我夏天有两套维多利亚的睡衣，因为他穿过了他实在太舒服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买别的了。嗯，实在太舒服了。重生计划没有千秋乐吧，不知道是不是千秋乐，反正十一号应该是千秋乐吧，我猜。带翅膀吗？不带。带条纹，都是条纹的。喜欢吗？好了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刚刚给我送了礼物的快点点歌。听啥呀听啥呀，你点歌可以聊，留下主播可以呀，没有问题。可以可以，鸽子王想点 Beer Fighter 吗？就是完全 Beer Fighter 吗？Fighter， 怕我累。Beer Fighter， Beer Fighter， 伴奏。哎，为什么这全民 K 歌里面有吗？哦，有。你确定吗？这首歌 ，Beer Fighter 是一整套公演的名字。你是有，就是他们有说具体哪一首吗？还是你就要 be a fighter？ 哦，笨，那你听笨吧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点 be a fighter？ 那我给你唱笨吧，但是我可以降个调吗？因为这个调。嗨，我先开个机。蓝牙模式。嗨，对，段医生的 T 太高了，我沈小爱的调没有他高。数不见我竟然已走过小半生，勇敢时一腔天真换来几夜红尘，交出了我的青春，我的自由身和留白，那部恋爱课本，说好要一起携手走过的人，
在每两度清晨一阵阵，只留下手心残留的余温。所谓人生就像一阵，终点是叹息声，离开的人留下了什么，被辜负的永恒。我的人生无限可能，像无尽夜幕深深，或许此生只为看看能不能。我既然已走过小半生，当然懂有时破碎也是一种完整。抬头望天上星辰，也聚散离分，有些灿烂因为短暂而永恒。凭学问那漂泊无常的缘分，却让每一个你比我们，却不是在层层阵痛中出生。所谓的生就像一阵，又美丽又残忍，就算遗憾也要勇敢，你不能逆时针。可是人生无限可能，才有无数未完成。用尽此生往下看看能不能。五五七小狮子三十三零公棒，好久没唱这首歌了。当初沙眼重重关上行李，这道门未曾发现，门外还有更广阔的门，长远的门。我的人生，我的远征，我枕上的泪痕，期待和你能笑着说起当初眼眶的痕。我的人生无限可能，无尽的人海不太高了。此生无关遇见这些人，但愿此生无关留在这座城。我压根就没唱，好吧，这首歌太高了，不跳。我的调应该是，我的调我唱应该是，我的人生无限可能，无尽的人海浮沉。哦，但愿此生只为看看能不能。这个太高了，对。谢谢大直男的一个夜蝶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朝阳的门，应该是我的调调也好的，可是我的调调有点低了。我怕你们不喜欢。谢谢祈福的十个荧光棒，谢谢紫黄的夜蝶。不用伴奏更好听啊，那我给你们，我给你哼个伴，哼个。谢谢紫黄的夜蝶，我给你们唱吧，唱副歌。所谓人生就像远征，终点是叹息声，离开的人倒下的身，被辜负的永恒。我的人生无限可能，像无尽夜幕深深，或许此生只为看看能不能。当初差点重重关上心里这道门，未曾发现门外还有更广阔的门，朝阳的门。这是我的调，如果我以后我有一首 solo 曲的话，我绝对是要一个低音炮，这种高的不适合我。谢谢你好妈的巧克力和清风的荧光棒。我唱不了段奕璇的调，他的有点高。喜欢我自己的调，好呀，那以后
我要唱那种高的调，我就用我自己的那个唱舒服的调去唱。对，还有人要点歌吗？当初差点重重关上心里这道门。不将就是谁的？我怎么觉得很熟啊，想不出来一个。李荣浩的，我听听会不会唱哈。我怎么觉得我会啊？我试试啊。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，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，你的追求者，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，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，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。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再被人放任，放大了自由，你的抱怨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相守，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，谁能逼我将就。所以你们还是要点适合我的歌。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，天太大总有人比你更合适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，可没选择方式，你一出场别人都选择不过如此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，你的抱怨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相守，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，谁能逼我将就。我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沧桑的歌，是不是？比如李荣浩的，对，高一点的实在是太难为我了。谢谢阿苏苏。分手，我也不将就。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
开始纠缠之后，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。你的抱怨太温柔，感情又痛又伤手。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，谁能比我长久？他们不过将就。嘿，好听吗这首歌？我还是蛮适合李荣浩的。我还喜欢年少有为。你的情本来有点情绪了，被他们带走了，心开始痛了。作曲家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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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谢谢可不乐的夜蝶，听什么歌呀？看来我人还蛮适合那种苦情歌的，苦情、流泪、苦情的歌。哎，跟我唱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送我夜蝶，让我没有看到？谢谢妈妈的夜蝶。我刚才唱歌的时候是有人送我礼物了，我没有看到。小爱暗示你，就得你们想听了。我，哎，刚刚那个你们说啥了？因为我刚刚这个屏卡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弹幕被清空了。其实还蛮开心，就是有人喜欢听，有人愿意来听我唱歌。其实我觉得我唱歌不是特别好听，就是可能大家愿意来听我的歌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很好听吗？谢谢。繁花我好像不会唱哎，可不乐，是谁唱的呀？繁花是谁唱的？董真吗？啊，董真吗？可是我不会。你一定要听吗？你要不要换一首？可以换一首，也是一样。你唱，你换一首吧。你要是喜欢古风的话，不止鸡汤好，唱歌也好听。那你们会愿意就是过来听歌是吗？就是你们美丽的神话。好，这个我会。上次你是不是点过呀？你怎么那么喜欢这首歌呀？我可以唱胡歌和白冰的吗？你看我又有颜，又很可爱，又有趣，唱歌还不错，然后鸡汤也还不错。我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。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。两颗心颤抖，相信我无边的真心，千年等待由我承诺。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，我绝不放手。紧紧皱皱你我肩膀，这不是此刻，等到来生擦肩回眸，再次的相守，苦苦痛痛爱的结局，愿与你同守，眷恋一句我爱你。
都不能说出口。鸡汤粉，居然还有鸡汤粉，震惊震惊，哈哈。每一夜被心痛穿越，思念有没有终点？早习惯了孤独相随，我微笑面对，相信我，你选择等待，再多苦痛也不闪躲，只有你的温柔能解救无边的冷漠。紧紧皱皱与我牵绊，这不是足够，等到来生再见回眸，再次的相守，苦苦痛痛爱的结局，愿与你同守，眷恋一句我爱你都不能说出口。盛开的花不是绝不低头，永不放弃的梦，好高啊，谢谢小崔，谢谢赫不乐，累了，谢谢大晴天，谢谢第一眼，很重要，这歌太难了。盛开的花，说好了给我的永久，这一次不能先走，这爱追随你我，穿越无尽时空，你会知道我等着你，在千年之后。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升华，升华，谢谢你们的点歌，呼呼，你们后面点歌稍微点低一点了，我唱的我有点缺氧了，现在因为我今天排了一天练，然后脑子有点不清醒，太高的话我怕我唱不好。好想爱这个世界，他，我想我听听哈，就是我今天唱歌可能没有太好，就是状态不是特别的优秀。我如果要唱这首歌的话，可能只能唱一半，整首的话可能我会死在这儿。行，谢谢小顺顺，下次给你唱，状态好给你唱，给你唱个猛的。抱着沙发睡又昏花，凌乱头发却看晚上电影，主角一样潇洒，屋檐脚下白日乌鸦密密麻麻，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，不问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出名，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，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不能弥补的过去，每当想起
想我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那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不舍离开，当你说还有你在，不让我开始莫名期待。大家一般三点前是没有人睡觉的，对。心也细小，反正电话无人拨打，只疑问孤独的我该得到的吧。独孤桥鸭把水推沙才算赢家，我无声反抗，何时能战胜他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魂的处理，却明白此刻应该多些努力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我能弥补的过去，每当想起。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这些旁白，那些姿态，那些伤害。不想离开，也许曾许过悲哀，未开始仰望未来。累了，唱不动了，唱不动了，唱不动了。懵了，嗯，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，休息一下吧。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秋天的奶茶，太累了，休息一下下吧。对，喝口水，喝呢，喝呢。嗯，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不是问题的，因为他的歌刚好卡在我的假声点上，就不在我的换声点上，就是。就是这首歌如果不跟伴奏的话会好一些，我给你看。想过离开，以这种方式存在，是因为这些伤害，那些伤害不想离开。好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歇会儿。嗯，你是一个人演一个宿舍吗？是啊，我一个人一个宿舍。还是我这种唱歌好听。等我明天吧，看看能不能就是状态好一些，因为听说明天的舞不难，就是可能不会排到十点多。我今天跳了10个小时的舞，所以有点懵。嗯，有点懵，状态不好给你们唱歌，其实我有点就是不好意思。也不能因为了凑 KPI 就这样子随便唱，因为我会觉得对不起就是别人点的歌。嗯，你有台式电脑吗？没有诶，我没有台式电脑，但是我有 iPad。 嗯，我坐的地方有地毯，是那个那种白色的积木。嗯，放心，不是在地上，就是还是挺那个保暖的。嗯，呵呵呵。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，仿佛失落的虫鸣，想过离开。我觉得你这个叫一滴眼很重要的人说话跟屁话一样，真的吗？我真的，你要不别说话了吧，别说话没人当你，就是我觉得你说话真的我不是很喜欢哈。如果你是小学生，那我可以原谅你。如果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说话还这么，就是如果你年纪到一个成年人的年纪，说话还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情商不行。上海最近冷吗？上海其实听说今天和明天会变得很冷。嗯，但是我不出门，我不要吃夜宵牛。其实我想吃烧烤。嗯，但是因为我其实几点才吃了一个。才吃了几点才吃了那个，我8点
哦，八点的时候才吃了一个拉面，所以现在才吃了两个小时。等会儿我饿了我就点。是，你们晚上能吃吗？四个小时了，深夜除了熬夜就是吃了。你们一般晚上都会吃夜宵吗？还是说习惯不就是？你去点几串烤猫粮。你们晚上都会吃夜宵？其实我前段时间一直就是经常出去外面吃饭嘛，就一天可能只吃一顿饭，然后一天花100块钱在外面吃饭，就是你一天。但是我想了一下，一天要花100块钱的话，一个月就要花3000块，就是我觉得不能再这样老是就是在外面吃饭了，要省钱。对，所以月底的时候一般都不出去吃饭。夜底你都吃食堂，说实话我也是。我一般夜底就月底都开始吃食堂了。对，然后月头就会很猖狂。关机。我要包赵老师晚饭的 flag。 我可以请他吃泡面。你们都会自己买菜呀？我都不会买菜。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的鸡腿，就是今天这一场的鸡腿是22,222。现在说出去你们不知道信不信，现在是22,222个鸡腿，好神奇呀。对，好神奇啊。我截图，你们先别送哈。好，我截到了，等会儿发给你们看，超好笑。想过离开，截到了，你们又截不到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刚刚是44万，你们帮我算一下，443,900个鸡腿，443,900个鸡腿加上22,222个鸡腿，一共是多少鸡腿？怎么没有计算机啊？我这个 iPad 怎么没有计算机？46万6122，那50万减去46万6122等于多少？33,878，还差两天呢，你们还差两天，还有两天。我看看今天是几号？哦，没有了，就剩一天了，就剩今天这一天了。现在已经30号了。那明天晚上，就是今天晚上，就是今天已经过了12点，我说的是30号的晚上再播一晚。对，30号的晚上再播。今天晚上我可能唱不动了，对，我就不想大家那个啥，哇，这些01234的夜蝶，但我又唱不动了，就不敢那个啥，要不明天，就是要不你记账，谢谢01234，你们我可以存着，对，我可以存着。今晚还要注意提现时间，对。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。33,878。呜，我哭了。你不是说你月底吃食堂吗？你还给我送一个用爱发电。我截个图，我截图。截到了，可是你不是说月底你都吃食堂了吗？你还给我送个用爱发电，极限了。那你明天不会吃食堂吗？你明天不会吃食堂吗？你真的就用爱发电了，他又没饭吃了。那你们还哦，马上月头了。
但是我们的月头是从五号开始，你们的月头是几号开始呢？知识点会负责你的饭，知识点你负责他的饭哦。你的月头是十号，有人的月头是一号，有人一号发工资的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有人一号发工资啊！谢谢 AJ 的月底，谢谢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顺顺，谢谢 AJ， 谢谢谢谢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拍个非常酷炫的抖音，我要来研究一下。我要来研究，你负责。一号发工资，居然有人一号发工资。哦，下个月五号你生日，下个月的七号我生日。哦，你是射手座的，我也是射手座的，真的是好神奇啊！昨天刚知道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射手座的人真的是非常好的人，嗯，因为我的好朋友都是射手座，好多射手座，嗯，还有处女座、天秤座，我都玩得好，嗯，我闺蜜就是处女座的，小芳是射手座的，孙雅是射手座的，然后老胡是天秤的，小鹏是天秤的。白羊座，其实白羊我是白羊座是吸引射手座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喜欢白羊座，所以老刘是白羊座的。嗯，就是因为白羊座的人是火象星座，我也是火象星座，然后白羊跟射手很搭。对，就是我一般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个白羊，就是聊得很来的白羊座，不是聊得很来的人，我一问他都是白羊座的。谢谢寒夜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寒夜。我知识点。你好酷哦，你给我安利的好，你安利的朋友都很给你面子哈。小猫咪也是天秤座的，安利了，你要请他们吃饭了，请。嗯，哦，在洗澡，就是在那个在浴缸里一边洗一边看看看的吗？哎呦，玛丽卡出去了，你们这些人还差多少？我现在是46721，然后。不愿让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，怎料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。还差一个发点，没差一个发点，差半个发点，就差半个，一个大饼下班了。你听到小爱说你的星座了，天秤还是处女，还是白羊？嗯哼哼，窗外的天气还有什么？假如我年少有为，不辞。谢谢祈福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我的鸡汤粉给我送的夜蝶，这是鸡汤粉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金钱地位，没给你我一生有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小爱每个月的 KPI 都这个数字，也不是了，有时候也20万，就是你差不多你要提，就是你要提50万，你有40几万，你才敢冲这个50万的 KPI。你30万，你敢冲50万吗？你也不敢呀，是不是？你要40几万，你才敢冲50万。你要30万，你敢冲50万吗？我说我30万，我差20万就能冲50万了，谁理你？不同，我跟你们说吧，20万的话提的是6000多，嗯。
不能说具体数值哈，就是20万鸡腿提的是6000多，然后我现在是我应该是10000，我现在应该是50万，应该是16000多，相当于多了10000块。哇，你今天你真的是要吃大饼，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要吃食堂，谢谢小圣神的大饼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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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具体啊，6000多少我没说呀，谢谢小圣神，谢谢小圣神。 KPI 结束了，但是知识点要请很多顿饭，但是他只有明天的一日三餐需要你请，所以你明天早上起床给他点个早饭，中午给他点个午饭，晚饭给他点个晚饭，然后再给点个夜宵。知识点明天包他4顿，后天1号他就发工资了，他就不需要你请了。上班等他要饿了，呜呼，好。睡得比猪还晚，感受到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我没想到我今天晚上能凑准，谢谢。其实我睡得也很晚，我昨天早上7点睡的，哦不是，我昨天早上7点睡的，然后我几点起的床，我11点起的床，对，11点半也不算11点了，11点半起的床。谁骂我？你说他骂我睡得比猪晚吗？可是好像不晚睡啊，不晚睡啊。我想了一下，谢谢雪的21个应援棒，对吧？他说的是你猪，我是仙女，俺是仙女。小孩想了想，好像确实。受伤，光剑给你们，再给你们拍个光剑。这个能变色儿吗？这个能变色的吗？这个怎么只能蓝色呀？哦，就能变了一个色而已。嗯，怎么只能变一个色？哦，它怎么只能变一个色？有绿色吗？应该是，还能赏你看。只有蓝色吗？哦，有白色，应还能再暗吧。12个色，按哪儿啊？按哪儿啊？对，我是127，有绿色吗？它12个色应该有，但我是红色的。小鱼儿啊。哎呀，搞不懂你们这个怎么玩。这么高级。你看，这是绿的，但是它这里不会变成绿的。哎，不玩了。不玩了。但是我发现红。哦，按完之后再按中间的。中间有两个，有后面一个，前面一个，我是按前面一个吗？左右按它会显你的颜色，然后按启动键，启动键是后面那个吗？启动键是中间这个还是这个？正面最大。哦。
高级，高级，绿色的光剑。哎，我把灯全关了，我跟你，我把灯全关了。嗯嗯，给你们来个关键光剑，好好笑啊！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换个颜色哈，我来。我掉，这个好吓人啊！咱再换个颜色吧，这个颜色好吓人啊！还是蓝色最好看，给你们看。还是蓝色比较好看。好了，我开灯了。啊，嗯哼，挺好看的，关掉，我去开灯。哎呀，啊，呼呼，怎么样？酷酷酷！脖子好疼，屋里不冷，所以我说最近上海不是听说要降温嘛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点儿都不冷，因为我都不出门，对，我不出门所以不冷。你们出去外面玩了或者是工作的话，你们就得多穿一点。没降下来吗？不是听说要降到八度吗？我房间没暖气，但是我房间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，然后听说就是冬暖夏凉啊，不是听说就是冬暖夏凉，因为夏天我这个房间它没有窗，它不闷热，它很阴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很阴冷，然后我只需要开风扇就够了。然后冬天呢，因为我这个房间它没有窗，它寒风吹不进来，所以就冬天很暖和。你是广东吗？你那边穿短袖。其实我还是希望天气能冷一点，因为我想穿羽绒服，因为我买了个新的羽绒服，一直没怎么穿过。没窗户自然风进不来，没采光阳气不足，对，所以我其实挺白的，我挺白的，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晒太阳。马上降温了，可是又不出门，我们要排练排到18号。开始首演，首演完之后我就要开始那个啥了。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月这么的辛苦的撞鸡腿吗？因为我找了个编舞，好，花了好几千，对，因为我的下个月是我的生日公演，所以呢这个月我必须要凑到50万鸡腿。虽然我也觉得每次都到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，哎呀，我需要凑个鸡腿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挺不好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下个月真的很花钱。我18号首演完之后，后面的两星期的，就是第二一个星期再下一个星期，就是我的那个生日公演，对对，所以就是可能是一月头吧，一月几号。对，圣诞。然后我今天刚跟老师确认过编舞，所以就是给我们编幻境的老师给我编的舞，给我编幻境的老师给我编的舞，但是也要好多钱，所以就这个月赚的钱差不多也要全部投入到我的圣诞里面了，开始筹备了呀。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常心吧，因为哇，谢谢南朝美工师的夜蝶，谢谢。主要但是我就怕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嘉兴路办生日公演嘛，怕不好，对，
PV 的话，其实拍的不是那种很漂亮的，是有一点儿比较有意思的那种吧。我也不算是有意思了，我不想让大家有期待。对，主要是最近一下，主要是最近就是因为一直在忙生日公啊，不是忙那个公演，我就怕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拍出一个好的生日公演。对，没事，那好，到时候见吧。到时候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看我。看不了的我也可以就是屏幕前等我。对对对对，一二三四，我想要两个歌，两个舞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有，就是。有限制，好像限制时间是15分钟。对，可能只能有4个舞台。对，只能有4个舞台，4个舞台差不多是15分钟吧。然后 PB 应该也不算入那个时间 ，PV 不算深入时间，然后换衣服也不算入时间，所以咱们还是，应该不会太短了，放心，所以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准备过生日公演了。我去年办过生日公演吗？我去年的1月份是不是办过？没办吗？我办过呀，我每一年都有办，我记得。爱酱已经凑整啦，哈哈。对，我很快乐。肩膀还行，肩膀今天还可以了，对，今天还可以了。提现明天再提现，明天再提醒我哈。给我买的膏药，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用的是这种膏药。问一下，什么没啥情况，什么意思？但这个它贴着没用，它贴着没用。进口好 ，OK。找中医现在应该不用吧？我 OK， 我可以贴贴脖子了，我脖子也很痛。我以前都是笑我爸。每天都贴这个膏药，因为小时候我也不懂，就觉得这是老年人用的东西。歌，你是说 B50 的歌吗？ B50 我是暗语三人曲，我不知道什么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对，咱也不知道现在圈线多少。你问你爸贴什么给我买了寄过去。就是我以前小时候都看我爸贴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是老年人用的东西，结果现在我身上全贴的膏药。就是我抱曾哥的时候，曾哥拒绝我，他说你别抱我，你现在身上都是膏药的味道。然后我跟小后辈睡觉，他睡在我旁边，他说他的鼻子被我呛到，就是没有味觉了，呛到没有味觉了。然后你们知道我现在身上是什么味道吗？我现在身上是硫磺皂混着膏药的味道，我觉得可能没有人想要抱我。别的女孩子都是香香软软的味道，我是硫磺皂混着膏药的味道。这是老年人的味道呀，这都不是健康的味道了，这是老年人的味道。还有我的关键就是用的这个云南白药，我的关键是前面是用的云南白药喷雾，
变出来的光剑。这个味道是真的很大，我跟你说这个味道，但是这个味道它留不久，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它留不久，留的最久的味道是膏药。是有人说啥吗？之前的事儿是吧？之前那个比武林的那个事儿，已经好像已经都是解决完了的。对，我的音乐会很厉害，很棒，夸夸。不要贴太久。好，你喜欢老人家的味道。有那种今天你说的那个什么凝胶，就是老赵天阳给我贴了，赵天阳给我今天给我贴的就是那个，然后我就只有一块，用完之后就重新贴了这个，好多了其实。小时候我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有什么药有什么病都不喜欢吃药，也不喜欢治，然后我最长大了之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病一定要治，哪里不舒服一定要治，如果不用药的话真的好不了，毕竟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东西。对，全靠抵抗力扛，就是感冒也不吃药，就是发烧也不吃药，然后就等他自己好。因为小时候有老人说不吃药的话抵抗力会变好，不让经常吃药。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病就吃药，赶紧吃药，到了这个年纪就会你多大，你说你这个年纪。我小时候都是诊所，你们家小时候是有医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医院，我长到22岁都没有去过医院。我第一次去医院是因为那个车，那个有人喝醉酒开摩托车把我给撞了，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我的膝盖，发现没事儿。其实还是挺福大命大的，就是那个摩托车他喝醉酒了，然后撞了我，然后把我那个摩托车撞碎了，我整辆摩托车都撞碎了，人没事儿。对，很惊险。当那个人被抓了，因为他喝酒开车，不是踏板摩托车，是那种加油的摩托车。机车啦，人家开的机车。你不要看我很看起来是个小萌妹，其实人家是会开机车的啦。我当然会骑摩托车，还有那种机车，那种比较帅的机车也开过了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汽车不会了，还没有去考证，现在没有时间了。但是我可以在 MC 上开车，你们可以吗？我开的很隐晦了，我又不是那种，我是开的很隐晦了，我又不是那种。你不能开得太过分，因为毕竟看公演也有比较年轻的小孩。你知道，就是那种点到即止，然后说话其实现在也有不，就是你知道人说话真的很对，很注意尺度，然后你要点到即止。我觉得其实 MC 是一门本事，讲话也是一门本事。我觉得我还蛮我说话还蛮经过脑子的。废话文学没有了。当时我养你啊，
这四个字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场公演。对，有一个男剧剧说他想入团。我当时不是身体不舒服嘛，脑子一热，那个是真的没有经过脑子。哎，说到摩托车碎了，哎呀，摩托车贵，但是我觉得人命更贵，所以说摩托车碎了就碎了吧，人没碎就好啊，不是人没事就好。对，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啥也没事。对，就是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赚赚还能有，对吧？我播到一点就下哦，因为现在12:46了，还有14分钟。然后大家如果累了的话，就早点休息。不用，就是不用陪着我下直播。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播的挺晚的。这雨的海风。明天早上8点上班，现在还没睡觉。你现在要是马上闭眼就能睡着，那你也只能睡7个小时。You know？ 我明天早上11:30起床的话，我现在还能睡好几个小时，还能睡挺久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准时睡着。所以现在提前了，跟我在一块儿没那么累了，放松。哎，我跟你们喜欢跟我聊天吗？你们会觉得跟我聊天有意思吗？因为说实话，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去看直播的，因为我去看直播，我有时候看直播，我觉得不知道我自己是比较看不下直播的。但是你们，你以前不看哦？其实我以前也没看过直播，没怎么看过直播。每天睡觉之前都能看到我直播，挺好。其实我每个月播的次数还挺多的，主要是我这个人他就是，但是我平时没什么话说，因为我平时就是那种比较安静的人。平时比较安静的人，但是我喜欢跟你们聊天。平时跟你们说话说太多了，所以我平时就不说话了。平时跟你们说话真的说太多了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看直播呢，看啥微信？给你带一直很安静。我会的，会早点睡的，不会再熬了。我觉得熬夜会影响我明天。你是社恐，说实话，我以前是一个社交有点牛叉的人，但是直到我进了团之后，我进到三年还是两年半的时候开始变得社恐，就因为我太封闭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偶像经常就是你只会遇到就是小偶像，你也不会出门，你不跟外面的人打交道，然后慢慢的你会丧失掉。你的交际能力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我出门想问路，我都不敢开口，就是变得很社恐，唯唯诺诺。有一次我朋友带我去玩剧本杀，第一次出门，然后跟他的朋友，我坐在那一直在发抖，就是我已经到了那种就是我看到了陌生人会发抖的那种程度。然后我朋友那天就觉得我很不对，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很不对，说。我感觉我的人都变了，我看不懂导航。现在其实可以，现在有点社会人格，不是社会人格，网络人格。你们懂就什么叫做网络人格吗？网络人格就是我在直播间里面面对着就是不认识，就是没有当面的人，我会就是有很多话都能说什么的。但是我一旦见到了真人，我就会紧张，就这样子。就我的性格只能在网络上表现出来，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改善。我觉得应该改善了，
应该比以前赶上了一点时间。我在北京最后的那一年就是有点问题，对，性格还有心理有一点点的不太好。对，我也一个人去吃火锅，我一个人去吃的海底捞，哎，第一次见我见面不堪回首。喂，我见到一个粉丝来跟我握手，他第一句就喂，我说喂，你是谁啊？他说你别管我是谁，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有什么话想跟你说？你吃饱没？我说你吃饱没？他说吃了。我说啊，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给你打电话。我当时，我说那你是在上？我说你平时是上班还是上学？上学，就一句话，我都不知道给他怎么找话题了。我说，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沙漏，那个时间要到了没有？到了没有？到了没？结果呢，那个姐姐她是个兼职，那个沙漏早就结束半天了，她就是不理我，我都在那儿，哎。然后他那边就半天不说话，但是我觉得半天不说话又很尴尬，又很不好。我就喂，听着。我说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没有。我那次我真的是，我觉得我疯了。哎我疯了。我最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这边是这边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是那个姐姐没有跟我说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是那个姐姐没有来阻止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就跟她说，我就说不好意思啊，这边的时间就是 staff 在催了，时间已经到了。我说下次再聊吧，谢谢。她说好，我就挂了。就是那个是我遇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人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高冷，他应该是不知道说啥。吃了，再给你打电话，你别管我是谁，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他说的这几句话我都能背下来。那个帮我垫我的人坐下去之后就开始玩手机，理都不理我。然后旁边的是兼职的 staff， 也理都不理我，就是全世界没有人救我。你不会是这样子的吧？你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们不会这样子吧？我希望你们下次能够就是主动一点。我觉得应该不是你，也不是，不是。应该是我是在优唐的时候挺久的，但是我一直记得，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让我尴尬了有一段时间。对，你们要主动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就是哎，我要保证让你不尴尬，我还得找话题，笑死。你不至于这样吧？你不至于吧？谢谢天后的奶茶，不敢点我。最后搬去哪间宿舍？我在231。那个人会不会在直播间？这么多年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要不给你表演个才艺？哦，下次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说，我给你唱个歌吧。他要是跟我说不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说那要不我给你唱歌吧，他说不要，我就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心情挺好的，很快乐。你也要听着，不许拒绝啊。我应该说嘘，女人听我为你唱歌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嘘，女人，我要给你唱一首歌。
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就是上天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，任性耍酷，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。我还要给他唱一首跑调了的。这首歌叫啥来着？这首歌叫啥来着？我粉丝可喜欢我唱这首歌了，哎呦，他们知道你又不学唱。你们还能跟神侠再聊天五分钟？对呀、啊，还在呀、啊，厉害吧？还有四分钟，好好享受这最后四分钟吧。笑死了，舍不得一点了还不睡觉，你们这些人这么夜猫啊，真的是一个个都是夜猫啊，给你笑醒了。哎，还能再呜呼四分钟，欠一首歌就算了个，没事，以后我还可以欠你很多首歌，这我们我和你们的感情就是用这些欠来欠去互相羁绊，就是牵在一起的，懂吧？我欠你一点，你欠我一点，我们之间就有羁绊，对吧？都过了一段时间了，他说剩下还欠我一首歌呢。越欠越多，互相亏欠。不会，我是一个不会赖账的人，对，有时候可能会忘了。但是如果你跟我要的话，我就会马上给。其实我现在还欠了很多总选的头像，我一直没画，我觉得我对不起，头像还没画完呢。对，现在你这不跟我要了，我就给你画嘛。现在就是现在目前有谁就是想马上要想拥有的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就立马画。我已经织了一个啦，哎呦妈呀，你们看看，我也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，可是现在只有一条，因为这条织了我，好像是我忘了是多久了，一个我已经织了我好久，后面还有几条没织完呢，会织，那个卢心怡教我的，卢心怡还有几条。我忘了，必须需要应援会的提醒，我才能够记得下一条是谁。要不你们捡到石头布，下一条是谁的呢？嗯我觉得织完可能要明年了。还有四条，我死了，你当我没有存在过吧。你们去微信群里摇骰子好吗？就是摇点数越小的越先知 ，OK？ 等你知好夏天来了，不要夏天，不要夏天，不要夏天，让我这个34姐再当一段时间好吗？等我。这个34姐再多当一段时间好吗？我现在可是个 top 明年不敢那么大的志向，明年不敢那么大的志向，咱们要一步一步来，人不能就是一口吃不成大胖子，我们要脚踏实地。今年我的愿望是吸到更多的粉丝，明年总选的时候跟我一起，虽然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觉得我今年到这个时候有一点疲，不是，就是我觉得我的长的那个有点跌了，吸到了，就是怎么说，人都是有一个就是上升期嘛，
然后我发现我最近好像到了一个明年有你，我发现最近女孩子变多了，是我变帅了吗？最近你们哎，我发现我想知道，就是男粉我能知道，男粉有一些人男粉，然后女粉一般都是看啥呀？女粉喜欢一个女人一般是喜欢啥呀？脸吗？美女的话，可是他们看颜的话，我是也要看到他们的点上，就是这个颜，那不是单纯的长得漂亮。我觉得女生喜欢的女生不是单纯的漂亮，我觉得，流行奶 T， 是奶 T 吗？短发吗？奶 T 吗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哦，人格魅力，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姐姐型。好啦好啦，我去睡了我去睡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，谢谢你们陪我聊天，谢谢你们听我点歌，然后谢谢小圣圣帮我凑整的那个这个月，还有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给我送礼物帮我冲 KPI 的大家，让我来挨个念一下吧。哎，打不开，我这个怎么打不开啊？谢谢小圣圣、寒夜零一二三四、克卜勒，还有祈福，还有鸽子王、大直男、你的子王、蜗牛、海神、AJ、浮屠南朝美工师、妈妈，还有阿苏、苏心儿、白胡子老爹和干饭，还有那年等雪滴也很重要。谢谢，我要下直播了，去睡觉了。晚安。